별처럼 난 너의 곁에 있을게 넌 달빛처럼 나의 곁을 비춰줄래 언제라도 내 곁을 떠나지 마 이 새벽이 찾아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冉蔚。我呢一直对化妆特别的感兴趣，觉得化妆的魔力可以改变一个人。之前也有自己拍美妆视频，但是模特呢一直都只有我一个。不对呀，我可是身在中国最大型的女子偶像团体，200多位美女资源怎么可以不利用呢？这次我就和我们的专业的美妆老师，还有团体里的成员一起开启一个美妆的仿妆栏目。那么就让我们热烈欢迎易达易先生和 N 队的小可爱江西。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N2 的江西。大家好，我是易达易先生。最近有听说冉蔚一直在学习一些专业的仿妆技巧，其实我觉得对于你这种学习精神我很佩服，因为专业的仿妆对一些造型师，专业的造型师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难度和一个技巧的一个功课。所以说今天我已经来到现场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可以随时跟我提要求。那我需要老师帮助的人肯定是太多了，因为我其实化妆也是一个自学的野路子嘛，肯定没有老师这么的专业，所以今天就希望老师多多的提。没关系，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切磋。江西紧张吗？紧张啊，我很期待我自己就是能改造自己的那种样子吧，看到自己另外的一个样子。对，我们今天讨论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大热的一部韩剧《德鲁纳酒店》。啊，这个剧很红，女主角的造型很有特色。对，今天我们就给江西打造一个德鲁纳酒店女主角 IU 的妆容。好，我们一起期待吧。哇哦。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遮瑕，选一个稍微橘一点的颜色，遮一下黑眼圈。遮瑕完毕，我们来进行一个定妆。好，底妆完毕后呢，我们来打造一下眼妆，用最浅的一个颜色来打底。化妆完成，然后我们的张老板已经重新来到了我们节目，真是令这里蓬荜生辉。好，我刚刚发现漏了一个精髓的地方，那就是 IU 的痣。对，它的痣大概就是在鼻头，然后在那个眼珠的下方，用深棕色的眼线笔给它点一颗。OK， 好，现在妆容就彻底完成了，就请易先生帮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其实我觉得整个妆容的感觉已经营造出他在电视剧里面的那个造型的风格，但是呢，在一些细节的部分，我觉得还可以稍微再强调一点。只是缺一点点细节，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复古的妆容，它的眉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你的眉形啊什么已经画得很好了，只是它的颜色我觉得可以再加深一点，让它更接近于深黑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会复古感会更明确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腮红的位置，因为你的腮红画的没有那么的明确，因为复古妆容还是需要更夸张一点的手法来表达。我觉得只有这两个部分，我们稍微再加重点颜色，基本上这个妆容的效果就会非常的接近。好，那么就请易先生为我们演示一下吧。首先呢，我们要改一下眉毛的这样的一个颜色。那为了让它的眉毛颜色加深，而不会感觉是一整块颜色，有一个这种层次的感觉，我们画眉毛的时候呢，可以说顺着它眉毛的方向，来一根一根一根画。这样通过这样的反复的操作手段呢，让它有一个加深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眉尾的部分呢，可以画得明确一点，拉长一点都没关系。眉头呢是向上挑，用手指轻轻拍一下。如果要不够深的话，可以反复的加几次就好了。好，可以看一下。两边，一面稍微是比较重一点的，一面是比较轻的，所以这面的复古感就会加重一点。好，腮红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说根据它颧骨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刻画就好了，因为复古的妆容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轮廓感，所以我们的腮红一定不是平涂，一定是在侧面的部分，所以说一定是从我们的发际线这个位置向前，颜色可以稍微加重一点，我觉得都没关系的。基本上画到眼角的部分就可以停了就好了。完之后呢，为了我们的腮红的颜色更加的自然，我们可以选择用一个粉饼或者气垫去来轻轻的盖一下表面，让颜色更加的柔和，不会特别的界限特别明显。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从正面看的时候，这面的轮廓感会更加的明确一些，因为腮红的位置会加的比较重，那这面呢就会感觉是糊掉的，就是没有颜色的这样一个，所以你这样的一个画法更适合自然的妆容。如果复古的话，还是要稍微再夸张一点。我们可以两边对比一下，一面是自然的妆容，一面是复古一点的妆容，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果然还是复古这边会更加的，就那个风格会更明确一些，对，会更明确，而且它这边加上个腮红，感觉这边也收缩了，对，轮廓感会更加深一点，腮红也起到了一个就是修容的感觉。对，其实你今天的整个的复古妆容，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的掌握了这个精髓，只是在一些细节的部分稍稍调整一点，就可以达到一个最完美的效果。那这样的妆容你学会了吗？